股，这个开盘的时候呢，其实三大股指是不太一定的，不太稳定的。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其实三大股指都是上涨的。不过呢，就在我讲话当下 ，Dow Jones 已经下跌了0.02%哦。那现在 Nasdaq 呢，跟 S&P 500都是上涨了0.5%跟0.06%。所以今天的这个市场呢，现在看起来波动的这个几率是比较大一些。那市场今天比较关注的消息呢，当然还是目前疫情的这个消息，相关消息，还有这个就是有没有新的药物可以来治疫情，这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那还有呢，就是鲍威尔今天在国会是进行了第二天的这个发表证词，来到第二天，所以他今天如果讲出什么最新或者是有什么重磅的内容呢，我们今天也会随时为大家关心。那现在是不是请 Lizzie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重头新闻有哪些呢？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这边呢，主要关注到的是跟中国的政治以及跟财经相关的消息啊。那么说到中国政治呢，今天早上在苹果日报上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其中我就观察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每次遇到危急的情况，习近平总是会神隐一段时间。那么早前我们知道，整个这一次大流行病在武汉最开始爆发的时候，习近平就曾经一度不见面。那么当时呢，是由李克强去当地进行了相关的视察，习近平到底在哪里，不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而这一次呢，北京突然出现了问题。而截止到今天，习近平最后一次露面还是在10号和11号去宁夏考察的时候，所以习近平又不见了。那么这一篇文章呢，就分析了习近平每次神隐之后到底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以及他今天正式结束神隐，开了一次有关于跟非洲的团结抗疫大会，到底是要传出什么样的信息。而在外交方面呢，最近我们一直关注到的就是蓬佩奥和杨洁篪的会面。那么有关于这次会面的时间地点，到底有哪些人员参与，以及要讨论哪些话题呢？之前呢，我们都为大家介绍到，在昨天的这个香港的《明报》就登了一篇文章，主要讲到的就是杨洁篪这个人的角色，他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占到什么样的地位，为什么这次由他来会面蓬佩奥。而呢，一会儿我们也会大家详细整理中国外交体系这样的一个这个人员的设置。那么如果您了解这个体系的话，你就知道在整个中央的外事系统里面，在杨洁篪之上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习近平，一个是王岐山。那么如果这一次杨洁篪搞不定蓬佩奥的话，王岐山是不是会出马呢？他出马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一会儿我们也会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而说到跟经济有关的消息啊，今天呢我们非常关注到的一条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现在正在权衡一个计划是什么呢？就是提高美国长期以来的关税上限。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就意味着莱特希泽不仅仅是要和中国重新谈判，也要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其他成员关系真的是要重新进行一切的都重新谈判啊！所以真的是打碎旧世界新世界，红彤彤的再来。那么莱特希泽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做对于美国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们也会为您介绍到。而还有一条消息呢，也是比较有趣啊，就是有关于汇丰银行。那我们知道，由于这个汇丰银行之前在这个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后的表现，以及它跟华为的这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啊，之前呢一直是占据了新闻媒体的头条。而今天呢，又传来了汇丰的方面的坏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路透社看到的备忘录，汇丰要恢复在新冠疫情后搁置的大规模的裁员计划，在中期内要裁减大概35000个岗位。那么这样一个形态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事情啊？以及这个银行未来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会儿呢也会为您介绍到。而说到港版国安法呀，还有一条消息今天让人觉得有点担忧是什么呢？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来自香港的谭耀宗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证实北京的中央是拥有港版国安法案件的管辖权，而移交涉案的香港人到大陆受审，这是港版国安法允许的一个选项。但是北京到底怎么样来行使这样的管辖权，可以说外界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这样一条消息啊，我们知道之前就是由于所谓的叫做逃犯条例或者叫做引渡法而引发了之前香港轰轰烈烈的大抗议。而这次如果港版国安法里同时赋予了中央政府引渡权，那么想必香港人是不高兴的。下面的事态到底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也是让人觉得十分担忧的。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先把目光移回到美国国内，请瑞妍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最近在白宫内外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值得我们关注呢？
是，我想首先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还是美国这边跟中国的科技战，那当中呢，最主要就是华为现在在这个商务的禁令上面呢，似乎是有一点点可以来这个休息的一个空间。这主要呢，就是在昨天路透社第一时间提报的一个最新消息，就是美国的商务部现在呢，对于华为这边的禁令，也就是华为跟美国公司的合作这方面的禁令呢，现在会有一些改变，主要就是要让美国公司能够与华为进行制定 5G 网络标准的这个合作方面呢，会可以进一步的密集来合作。那华为的这边的态度呢，当然是十分欢迎的，在昨天第一时间呢，也就回应说华为的态度是一贯的，愿意与包括美国厂商在内的技术同行就新的技术还有标准进行坦诚的讨论跟交流。所以到底为什么美国的这个态度上面现在是有一点转变呢？虽然大家认为美国对于华为还有中国这边科技上的制裁态度其实还是十分坚定的，但是就针对于 5G 的这些标准制定上面为什么会开始有些转变呢？那这个 Forbes 呢就进行了一个比较长的这个分析，那其中呢就我们把这当中主要的内容就三大的要点来进行一个报告。首先呢就是遭到美国进行封锁制裁之后呢，华为曾经说美国的封锁会影响到全球超过是170个国家跟地区，而这个成本呢将会是数以千亿的这个网络的扩充的这些成本，如果说不让华为在这当中有分一杯羹的话呢，这其实有170多个国家还有数千亿美元的这个成本呢都会被耗费掉哦。所以这个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其实美国自己也会受到影响，而且呢这也会让美国成为大家这个会受影响这些国家他们一个非常应该可以说他们的一个标靶，就认为美国你为了你自己跟中国之间的这个科技上面的大战影响到我们170多个国家，所以这对美国来说呢其实是一个不太明智的一个选择，这是第一。那再来呢就是美国政府的这个态度上的变化呢，就等于是承认了华为在 5G 网络标准方面的影响力，以及华为这边是拥有大量的专利还有每年巨额的研发支出等。我想这个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是有跟大家不停的来进行这个报告，就是呢华为的确在 5G 这方面呢它在技术上面其实是非常领先的，所以就算说在硬体上面不能够以华为自己的这些硬体来进行铺陈，其实在专利上面呢华为每年还是有大量的收入。所以呢这个对华为这边的话来说的话呢，如果华为被迫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还有专利对美国的这些生产线或者是封锁线来进行反击的话呢，他们其实是有蛮大的成本跟许多的棋子，所以呢预料包括像是美国厂商在内的其他电信设备商的利益也会受到冲击，这个是第二点哦。再来呢就是如果说修改禁令的话呢，也就是呢代表 5G 的标准非常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分裂，也就是我们知道就延续刚刚的这个逻辑，就是华为它其实在 5G 上面的许多的专利呢它是领在前面的，所以如果今天要把华为完全排除在外的话呢，其实在制定标准上面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所以这个当然就长远来看它是会进一步威胁到全球电信网络的相容性。那这个加上华为现在其实在 5G 领域是走在前面的话呢，那美国要怎么样确保他们还可以在这个领域是占领一个领先的一个态势，这其实对美国来说就没有办法抓得这么稳了，就可能当中到最后也许华为因为它有大量的专利跟大量的这个优势，所以搞不好最后这个标准制定就会落在华为的手上也不一定哦，这是美国非常不乐见的。所以在这主要这个三大要点的考量之下呢，美国的商务部就做出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反转。那不过呢就是大家分析对于华为的这个禁令虽然目前是有些调整，不过呢美国其实对于在科技方面打败中国在科技战上面呢要这个领先中国的这个野心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现在做的呢只是一个小小的调整来确保美国在这当中还是可以确保他们的这个长远的竞争力。那像是美国的商务部长 Robert Rose 他之前在针对这个访问的时候接受路透社的访问的时候呢，他就说美国这边是不会放弃在全球创新部分的领导的地位，那接下来呢还是会给美国的企业非常多的鼓励跟一些实质的一些补助，就希望呢可以让美国的技术成为国际的标准。所以这个仗呢目前只是看到一个小小的这个转弯呢，不过基本上呢还是会继续打下去。所以在这个最新的改变上面呢其实受惠的是非常多台湾的厂商，主要的呢就像
鸿海、台积电、联发科他们都会明显的受惠。主要的原因就是呢，他们在这个 5G 的领域当中是非常多的这些产品都是由这些公司他们所制造出来的。比如说像这鸿海，它在 5G 的应用的这个领域，几乎所有你可以想到的这个设备呢，他们都会来制造。所以如果说今天 5G 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现在比较友好，在制定这些标准上面呢，大家愿意合作的话呢，那 5G 的进程当然会快速许多。所以这些相待的这些产业链上面的这些台湾的厂商呢，都会大大的受惠。那像联发科的话呢，就是 5G 手机的晶片大厂，所以在当中呢是也一定会受惠的。那另外呢代工厂是会受惠很大。那半导体方面呢，其实目前还是不太一定，主要还是要看美国对华为在这方面的制裁是不是会来放松。那目前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其实只是对 5G 方面的制定，所以对半导体这边呢其实是没有松绑的。那另外呢，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美国这边的反应是如何。那个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的这个主任呢，他就说出台的这个新规呢是人们期待已久的错举。就其实美国企业在这方面呢，大家也就非常的紧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这个连带受伤的这个企业。那现在看到其实美国的这些企业是非常欢迎现在商业部他们公布的这个最新的调整。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关于川普总统的相关消息。对于川普总统来说呢，最近就有非常多的这个要新来出版的书刊对他来说造成非常大的困扰。这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前几天跟大家报告过的这个美国的前国家安全顾问 John Bolton 他要出的这个新书。那还有呢，这个川普的侄女她下个月也要出新书，主要的内容呢就针对她的这个成长过程，还有他们家族的这个在她成长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那还有呢，这个第一夫人 Melania 她的不是她自己出版的新书，但是是一个这个记者在访问了许多她周边的人之后出版的新书。而这三本书呢，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出版对川普来说是十分困扰的。那所以对于 John Bolton 呢，现在就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反制。我们知道呢，在前几天跟大家报告过，就是 John Bolton 他在出版这个书之前，他其实是需要经过白宫内部对他这个泄露出来的这些讯息的一个审核。那第一时间呢，这个William Barr 他就说他并没有接过这个程序，没有走完，所以接下来他可能会面临这个刑事上面的法律制裁。那我们现在就看到呢，昨天晚上的时候，白宫这边呢就对 John Bolton 提出了违约的诉讼，就是说他的这个内容可能会来危害国家安全，这当中可能是有国安机密，所以呢就对他提出了诉讼了。这个诉讼呢是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检察长提出的，就说呢 John Bolton 他违反了他受聘以及取得机密资讯时候签署的合同。这个呢是由川普的政府，他们当然希望在目前以这样子的一个诉讼可以阻挡 John Bolton 他来在应该是6月24号要出版这个新书。那目前呢 John Bolton 的律师跟他发言人都还没有进一步的这个对于这个内容进行任何的回应。那我们知道 John Bolton 这个书呢其实是之前很早之前就说他要出版，一直拖到现在，所以会不会再往后延呢，这是不太知道的。那另外一本，如果您对于这个川普他成长过程比较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关注这本书，那就是川普总统他的侄女叫做 Mary Trump， 下个月呢也会出版他的回忆录。主要的内容呢就是看他的这个标题，其实大家就可以知道他想要讲什么。他就说中文的翻译呢是太过分了，而且没完没了，我的家族如何造就这个全世界最危险的人物。英文呢是 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How my family created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man. 所以这个标题跟我们节目的标题一样，都是非常的耸动。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看一下。主要就是说川普他们这个家族呢在纽约的 Queens 这边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这当中是非常多的互斗的。那川普他身为他爸爸最喜欢的儿子，在他爸爸生病之后呢，却对他爸爸的这个态度是有180度的大反转等等的。那关于这个 Mary Trump 这个人呢，他其实他的这个书在美国的 Daily Beast 他已经是看过这个书了，就是说这当中有非常多这个非常 juicy 非常有料的内容。那他这个人呢，其实他对川普，我们从这个书的标题就知道他对川普并不是那么的友好。那之前纽约时报呢赢得普利斯奖关于川普的这个税务的这些调查报道呢，现在透露出来可能透露消息的人就是 Mary Trump，
所以大家如果对川普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也许下个月关注这本书。那另外呢，就是 Melania 的这个新书哦，他的交易艺术这本书，现在呢大家看了之后就有非常多的书评，里面呢就说对于这个第一夫人呢，其实现在还是有非常多的谜团哦。但是主要的就是这个 Melania 跟川普之间呢，其实他们的确是有他们相处的艺术。而这当中呢，Melania 之所以可以跟川普相处的，现在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的友好，当然实际上他们也许很恩爱，大家不知道、哦。主要就是呢，川普他出版了20多本书，那所有的内容 Melania 他都是铭记在心，而且有把他这个融会贯通。我觉得这也是看起来是非常有趣的一本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这三本都是目前可以好好关注的。那另外一个短消息就是呢，关于川普在接下来这个周末的造势大会，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反对的声浪。那现在呢，美国副总统彭斯就是说，现在受到非常多的压力之后呢，有可能考虑要在户外来进行这次的造势活动。不过现在还没有 final， 如果最新情况的话，会跟大家来进行报告。不过目前看到呢，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来索取这个造势大会的门票，所以呢，这个周末我想应该会是非常的热闹的，不论是在室内或室外，都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川粉到这个现场，这也是我们这个周末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Lizzie 为我们介绍今天的重磅新闻。好，那么现在啊，我们就为大家关注到跟中国有关的一条消息。刚才说到这个 Trump 的这个 rally 啊，我就想到其实呢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居然生日只差一天，非常的接近。那么我们知道刚刚过去的6月15号啊，也是习近平的67岁的生日。那如果您对我们华尔街网报的报道还有印象啊，当时中央党校的这个学习时报在头版头条就发表了党校的常务副校长，一直被称为习近平文胆的何益廷，他的一篇长篇的我们叫做祝寿词是什么呢，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这一篇文章啊，当然是没有什么具体的实质性的内容，但是呢却让大家觉得有一点奇怪的是什么呢，这个文章发上去啊，好像是石沉大海毫没有回声。没有回声不是因为这个文章内容不够重磅，而是他所庆贺生日的这一位寿星似乎不见了。那么今天早上苹果日报就有一篇分析文章啊，就为我们整理了习近平神隐的经过是什么呢，习近平这一次啊最后一次露面是在这个月的10号，6月10号，当时呢他结束了在宁夏的考察，到底去了什么地方我们就不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从这个中共的18大前夕一直到今年的这样的一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习近平遇到特别困难被外界认为非常有挑战的事情的时候就经常是神隐了。最早的时候比如说在2012年6月29号，当时彭博社出了一篇长篇的报道，当时啊习近平还不是国家的领导人是王储，说习近平家族有 3.73 亿美元这样的财产规模。后来呢习近平就不见了。那么呢一般认为啊，那一次是习近平遇到的最深重的政治危机和舆论危机之一。当时习近平不见的这个程度到底有多大呢，甚至是取消了到访的希拉里的会面。可见啊，这个一隐身就隐身半个月，真的是让外界觉得啊有一点看不清，不知道他老人家当时到底在做什么。而今年啊，随着整个这个疫情在中国的爆发，1月21号武汉封城了，当时李克强在27号就去了武汉，习近平却不见了。那么一直等到3月10号的时候，习近平才真正出现武汉啊，到当地去进行视察。这一次似乎看起来也是同样的情况。那我们知道之前北京已经连续有56天没有出现新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案例啊，而这个记录啊就突然在11号这一天被打破了。最近的5天内现在累计已经新增超过106例。你不要看这106例这个数字非常之小，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病毒传染性非常强，你今天可能是106例，如果遵循整个传染病曲线的话，它如果是按照指数型发展，一个月到底怎么样你就不知道了。更何况北京是这样的一个对于中国来讲这样一个政治心脏这么一个角色。那我们知道首先站出来的是谁呢，是市委书记蔡奇，两天之内连续召开了3次疫情防控会议，先是宣布北京进入了非常时期，然后又直接是把北京的状态升级成为了战时状态。而在刚刚过去的13号这一天，那么首先是啊整个这个发病的原地新发地批发市场关闭了，有武警直接进驻到市场里面，然后呢又立即封闭了丰台区的11个小区，所以整个这个情势是非常不一般的。那么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啊，当时呢这个检疫的人员是在啊新发地市场切三文鱼的这个案板上
发现了病毒。之后财新网又进行了更多的针对性的报道，说呢，在市场的这个冷藏库、冷库还有叉车上，我们提取到的这些环境样本里面也是有新冠病毒的。那么整个这个北京的情况似乎就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也知道新发地市场是整个北京乃至是周围的全国省份的重要的菜篮子，以及呢啊你的这个肉品还有鱼类的这样一个集发地。那么在14号的时候，北京当时举行了疫情防控第116次通报会，当时丰台区通报的这个措辞啊非常有意思，是什么呢？说新发地有8186人参与了核酸检测，其中有5803份的咽拭子检测结果是呈阴性的。那么这你不就是逼大家做减法吗？好了，8186个人减去5803个这样的一个阴性的结果，那难道不是就是说有3000多个阳性的结果吗？那这个事情就非常的严重了。那么这个根据啊这个当地媒体的报道是什么呢？从15号开始，北京开始把8个城区的22个街道啊、乡啊、镇啊都正式列为的疫区。那么从13号开始，从长安街、五棵松到玉泉路，沿途的这些军队大院、小区全部都是封院了，而且有武警的车辆直接是进驻出去了。从14号的开始啊，就开始逐户的进行相关的核酸检测，等等等等。因为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军区大院的服务社，往往进货的这些蔬菜呀、还有肉类都是从这个新发地市场。所以呢，你一旦这个事情进到军区大院，那么情势又是不一般的。所以啊，现在整个北京来排查这个受感的人群啊，情势是非常紧张的。那么像我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啊，现在就是说，哎，本来我们都觉得是不是这个可以放松一点了，我们准备去出去吃吃喝喝了，结果没想到又出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人开玩笑啊，说昨天是这个不让湖北人去北京，把我们首都守护好，今天你北京人想去湖北，我们湖北还不要你了。我也看到有关的笑话啊，说上海马上宣布了，说呢，一旦是从北京到上海的，又首先要进行自我隔离，能不让你进上海就不让你进上海。有人就开玩笑说，这是上海人多少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啊，一般认为啊，北京人和上海人之间有这样的一点小矛盾，那么在这次疫情中呢，似乎是得到了这种互相报复、互相开玩笑的机会。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一次疫情本身绝对不是开玩笑的，特别是对于习近平本人而言。而他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突然不见了，更是让外界就是对他的这样一个做法觉得很大的这个不满意啊。为什么每次出来的都是这样一个替罪羊式的人物？之前是李克强，现在呢是你的马仔啊，你手下的人蔡奇。那么如果北京真的是情况出现了问题，首先上去担责任的是不是你要挥泪斩马谡，拿蔡奇去祭旗呢？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啊，习近平今天突然又现身了，那么结束了之前的神隐，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外界的呼唤。但是他现身出来这个干的这个活动啊，让人觉得有一点奇怪，是什么呢？在北京主持了中国和非洲啊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那我们也知道这样一个会议是之前就安排好的，那么这一次呢，本来啊，按理说应该是北京疫情得到控制了，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上呢，习近平是一个大国领导人的姿态出现，向我们非洲的这些伙伴们提供更多的啊抗疫方面的经验，向你们介绍我们中国的这个强国抗疫的更多的成果。但是你现在在北京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现在还主持这样的一次特别峰会，那你说习近平不是哭笑不得吗？你怎么介绍经验呢？啊，这个真的是，你难道让非洲兄弟们一起看你笑话吗？所以整个这个时机点啊，也是十分的蹊跷，而且呢，真的是让习近平面子上不好过。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蓬佩奥美国的国务卿，还有中共中央外办的主任杨洁篪要在夏威夷举行会谈了。而这次会谈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美中关系出现了大幅度的交恶。那么啊，这个蓬佩奥啊，一直呢是之前被中国的媒体啊是百般的这个讽刺批判。啊，把这个被这个外交部还有被中国的这些官方媒体一直是攻击谩骂，说他是史上最差的这个国务卿啊，丧失做人底线，恨不得就是他禽兽不如了。而呢，这一位这个蓬佩奥啊，他是西点军校出身的一位这个中情局局长。那么之前呢，对于中国的内政外交，对于中国隐瞒疫情，也是不断的毫不含糊的进行揭露和批评。那么当然他的有一些措辞啊，是有很多争议的。比如说他说，哎，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来自这个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我们对此掌握了证据等等。那么目前呢，一般被认为啊，这样的说法呢是没有特别多的依据的，也是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但是不管怎么说，蓬佩奥现在的确是代表了美国的鹰派中对于中国非常强硬的这种态度。而从蓬佩奥身居高位，我们也知道
这样的一种声音，原来是我们叫做就是非常 fringe 非常边缘化的一个声音，现在已经正在进入中国美国的主流政坛。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习近平怎么处理和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他本人想必也是很难过的，也是不舒服的。但是之前啊，传出这个蓬佩奥和杨洁篪要会面之后，我们就看到中国官方是这个一片沉寂，外交部也不确认。就在这个蓬佩奥动身的前一天，杨洁篪那一边到底在做什么也是没有消息，所以让人觉得啊，这个习近平这一边的沉默有一点异常。那么现在在这个蓬佩奥和杨洁篪会面之前啊，美国这一边对于中国似乎呢是没有态度上的更多好转。就在两人会面前的一个礼拜左右，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人就针对整个病毒的起源还有初步的这样一个初步阶段的一个爆发性的这样一个情况发布了一份报告，整个报告中呢就详细的列举了中国官方如何隐瞒疫情等等。而之前呢，美国的议员还提出了要制裁包括汪洋和韩正在内的诸多这个中共官员的名单，那么也是啊，直接一下子就把这个马蜂窝捅到了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让人觉得美方这一边对于中国可是丝毫不客气。而美国的军队可是有实际举动的，那我们知道之前美国的航母群啊，在整个这个疫情过程中呢是受到感染，受到一些这个很不确定性健康的风险的这样一个铺路啊。但是现在呢似乎是从疫情中走出来了，在之前的几天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消息，说三大航母群同时驶入亚太地区，那么这呢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刚刚过去的五月以及呢六月的初期，让人觉得现在这个几个节点啊，中美关系真的是阴云密布，搞不好哪天就真的是彻底翻盘了。而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你习近平人突然不见了，不见你出来对于中美关系说一句话，也不见你和川普之间打电话，反而是啊，疫情这一方面是推了个蔡奇上去，外事工作这一边是推了个杨洁篪上去，自己却在北京和这个非洲的这样一些伙伴们啊开中非抗疫团结大会，似乎又是某一种夸功邀得这样的一个举动，也让人呢即使是中国内部啊也会觉得有一些不满，不知道你这样做一个领导人到底合不合适这样做。而现在呢说到中美关系，又有一件事情让整个中美关系再一次蒙上了阴云，是什么呢？就是被川普总统啊称为这个小火箭人的金正恩。在这样的一个乱局中呢，没有放出火箭，但是放了一枚炸弹，炸毁了朝韩联络办公室的大楼。而今天我们看到杨洁篪和蓬佩奥会面的清单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谁呢？就是美国的副国务卿别根，或者叫做比根，他也呢随着这个蓬佩奥去参与和杨洁篪的会面。那我们也知道，如果呢您对之前在三八线上川普总统还有金正恩委员长历史性的那次握手有印象的话，身边当时站着的美国驻朝鲜的特使就是这一位别根，所以呢，一般也认为别根的出席意味着可能有关于朝鲜问题也会是杨洁篪和蓬佩奥谈论的一个话题，这就让原来就已经非常不确定非常谈不拢的这样一次会议更多了更多棘手的因素。但是不知道这次谈完之后，习近平这一边到底是不是会出来说一句话，在中美关系这里面他自己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我们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也许最后中美关系如果真的能够进行某种松动的话，他迟早是要出来进行一个表态，或者是至少在一些美方关心的议题上是要各自划清底线，划清底线之后我们各自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才可以考虑局势降级的可能。否则现在的话就是双方更天天都是口水交战，今天是外交交战，明天是各种媒体的交战，然后呢后天又是出台各种各样的法案，要制裁这个要制裁那个，要对这个公司列黑名单，又对那个公司下手，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那么说到这个杨洁篪啊，其实呢我也看到很多这个观众网友啊也在说哎，为什么出来的是杨洁篪不是王毅，是不是王毅之前啊在国际形象上太差了，人家一提到战狼外交官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位战狼部长。那么有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涉及到一些技术性的细节。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香港明报登了一篇文章叫做杨洁篪的角色，其中呢关于杨洁篪本人的外交履历以及这一次为什么要派杨洁篪出来跟蓬佩奥会面进行了相关的介绍，所以今天我们也简要为大家整理。那我们知道杨洁篪的正式的职称是什么呢？叫做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叫做中央外事办的主任。那么这个机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那我们知道中国这个体系里面要说负责外交的部门有三大块啊，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杨洁篪挂帅的外事办，
还有一个呢就是王毅挂帅的政府这个部门的啊，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外交部，还有呢就是宋涛挂帅的就是专门是党际外交的这样一个叫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啊，我们叫做中联部，这个和香港那个中联办是两个概念，大家不要混淆。而杨洁篪挂帅的这个叫做中央外事办，一般被认为它是一个既有政府性质啊，也有党的性质，叫做党国外交兼备的这样的一个协调机构。如果是从中国官僚体系的这个地位来看呢，它的这个地位啊是在外交部和中联部之上的。而如果我们看到在中国这个官僚这个体系中的排位呢，杨洁篪是政治局的委员，也比王毅和宋涛地位要高。所以啊，简单的来讲，就是从外交这个体系中，杨洁篪虽然他没有王毅这样的到处去各个国家打电话那么曝光率那么高，但实际上他的这个官僚体系中的地位是要高过王毅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就是这个负责这个中央杨洁篪负责这个中央外事办主任啊，他的这个地位呢也不是一直都高过外交部部长。那比如说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个戴秉国之前还有几任人啊，刘华秋、齐怀远还有刘树清，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叫做副外长兼中央外事办主任，也就是说在外事办这一边担任的是正职，但是在外交部那一边担任的是副职。而这个中央外事办主任啊，开始是由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来兼任的，那么这个职务呢就是副国家级的领导人。所以在2017年之前的时候，杨洁篪也是国务委员兼中央外事办的主任。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称号呢，习近平如果出访他一直是陪在身边，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在十九大之后啊，这个杨洁篪是进入了政治局，所以呢他这个原来的这个政府职务就不能够再兼任了。所以在中国这个官僚体系的调整中呢，就把他国务委员这一部分的职务就交给了王毅。所以啊，王毅作为一个国务委员的身份，杨洁篪这一边作为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两个人一起陪同习近平出席外交场合的机会就比较多了。那比如说去年的时候，习近平来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还有澳门的特首的时候呢，杨洁篪和王毅两个人就同时在场。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啊，王毅的曝光率比较高，王毅呢经常说话比较高调，王毅又是外交部长，似乎让人感觉是不是王毅在这个外交体系中地位更高。其实呢，这个中间啊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因素。那么现在就是啊，大家的问题就是这一次为什么不派王毅出来，派杨洁篪出来啊？如果说蓬佩奥是一个鹰派的话，那么他对应的不应该是王毅吗？王毅也是赫赫有名的战狼啊，那个说话向来是从不客气的。那我们这个合作频道想点就点的主讲人啊，和平先生曾经有一句话说，王毅他不是外交部的部长，他是断交部的部长，因为每次撂下一句话就让人觉得你这不是要跟人打交道，你这就是要跟人宣战。那我们也知道王毅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他的确是出境的次数比较多，而杨洁篪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专门负责跟习近平个人相关的外交的协调工作。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什么呢？就是在二月份的时候，杨洁篪去了日本。为什么呢？就是当时原定是在四月份习近平要对日本进行国际访问。那么这个我们就看出来啊，更多的是习近平个人的外交事宜由杨洁篪去协调，而更多的针对某一个国家的表态泛泛的这种外交性的口号式的这种东西是由王毅去做。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杨洁篪的外交履历中他和美国的渊源是比较深的。那么这一点啊，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杨洁篪他之前首先呢他是有着这个有驻美经历，而这一点是王毅没有的，王毅主要经历是在日本这一边。而呢这个还引起了一段这个官场上的一个小怎么说呢小瓜葛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王毅他太缺乏驻美经历了，所以就导致现在按理说中美关系是中国的所有外交关系中重中之重，远远高过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但是一直来讲负责中美关系的是谁呢？是驻美大使崔天凯。那我们也知道崔天凯现在已经是超龄服役了，那么老先生一直不退下来到底是为什么呢？也有分析认为，就是不是因为崔天凯能力有多么多么强，而是因为王毅实在是没有办法跟美国打交道。那么也有人认为近些年来中美关系搞成这个样子毫无章法，也和王毅本身缺乏对美国处理问题的经验有关。所以呢，这一次派杨洁篪出来跟蓬佩奥见面，一方面呢是他的规格啊，本身他不能是由崔天凯，因为崔天凯的这个资格不到啊，去跟蓬佩奥去谈。另外一方面也是王毅这边实在是没有办法处理跟美国的关系，怕他搞砸了。所以呢，这一点我们也为大家进行相关的补充。而说到中国的外交架构啊，大家也在想，
如果这一次杨洁篪他搞不定，那么还有谁中国这边可以派出来来搞定和美国的关系呢？因为必然现在我们也看到两国的关系已经是处在这样一个危机的地位了，似乎你迟早是要派一个人出来，否则的话就真的是不是整个关系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走了。那我们知道中共外交政策最高的决策机构叫做中央常委会，之下呢是设定了叫做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那如果你去看这个工作小组的名单，习近平是外事委员会的主任，第一副主任是谁呢？是中国国家的副主席王岐山，之后就是杨洁篪，杨洁篪是第二副主任，同时担任秘书长。所以啊，这样的一个外交架构也就决定了杨洁篪的地位就是在习近平和王岐山两个人之下。而王岐山也是据说是有很多和美国打交道的经历的，包括他和美国的商界以及呢之前的这个之前政府的这个政界，像鲍尔森啊这些人一般被认为是关系比较好的，和美国的这个华尔街金融大鳄是有比较良好的关系的。所以如果杨洁篪搞不定，是不是要派王岐山出来呢？当然有关于这一点也是有很多争议的。为什么呢？此前我们也为大家介绍到，就是王岐山他主要的关系是在华尔街这一边，是在美国的政商精英，是在美国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精英这一个派别里面。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派别反而是现在白宫决策层最排斥的这样的一个派别，他们现在在整个华府的决策圈也是说不上话来。所以啊，如果呢，如果是按照我们现在目前对于美国政策的理解，如果说杨洁篪搞不定的话，恐怕换上王岐山也是不管用的。当然就在我们节目现在进行的时候，那么蓬佩奥应该是已经到达了夏威夷的檀香山，或者我们叫做火奴鲁鲁，和杨洁篪进行相关的这样一个外事讨论，到底会讨论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也会在今天晚些时候的华尔街网报以及明天更多节目中为大家进行相关的梳理和报道。那么说完了跟这个大家最关注的中国政治相关的话题啊，我们再来为大家关注到一个议题是什么呢？就是跟国际贸易相关的话题。这里就要说到一位关键性的人物莱特希泽。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来自彭博社的报道说，美国现在正在权衡一项措施是什么呢？就是提高美国长期以来的关税上限这样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一旦出台，就意味着美国必须要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完全从头开始一个一个进行重新谈判。而这样一个举措也会大大加大美国对于整个全球贸易体系的攻击力度。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以他的高级助手一直以来都在抱怨啊，说其他的国家针对你们的产品可以收取比美国高得多的关税，比如说欧洲的这个汽车，比如说印度的摩托车，关税比美国的关税要高很多，所以他们就一直认为现在的全球贸易规则对美国是不利的。而彭博社的报道就介绍到，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目前就在酝酿一项计划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威胁提高前几届政府在数十年谈判中所达成的这样一个关税上限，或者呢术语叫做约束性税率，来重新设定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承诺。而如果真的这样做的，那对于整个世界贸易体系的挑战以及冲击都是大大高过于和某一个国家达成了某一项关税协议，或者是对某一个国家征收某一项惩罚性的举动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决议的背景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川普政府在上个月和中国是在上上个月，在今年年初和中国是签署了贸易协议。而在签署了贸易协议之后，川普政府又通过阻止任命上诉机构的法官，就是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法官，基本是让整个世贸组织的争端体系就基本是瘫痪了。所以也就是一个贸易协议是确立了双边谈判这样的一个新态势。而呢彻底让日内瓦的这样一个仲裁机构崩溃，也就确立了我们对于整个多边体系的这种不理睬，对于多边体系的破坏。所以呢，通过这两个行动，你就可以看到川普政府现在对于整个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对于整个世界贸易文化的改变，和之前的美国政府真的是不一样。那么现在莱特希泽正在进行这样讨论是什么呢？就是要寻找能够撼动全球贸易体系的其他方式，并且解决之前川普政府认为的就是世界贸易规则已经腐烂，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没有存在价值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现在呢，如果你去问这个 USTR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发言人，他们表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对很多的贸易伙伴的关税远远高于美国是感到非常不安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暂时没有直接在世界贸易组织来提高我们的约束性关税这样水平的计划。那么如果是按照消息人士的这个他们的表态来说啊，现在政府的策略可能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提出重新谈判美国对于 WTO 的关税。那么现在啊 ，WTO 一共有163个其他的成员国，预计他们是不会接受的。
如果这一次谈判失败怎么办？那么川普政府可能就会单方面的考虑继续推进对美国的贸易伙伴来征收对等的关税。但是这样一个方案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呢？如果你看到贸易专家的说法，或者在政策内部，其实也是有很多争议的。比如让彭博社所采访到的现在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的主席，他就认为说这样做法其实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可能和每个国家都实现纯粹的这样一个互惠，除非就是你对某一个产品都全部都是制定不同的关税，那么这样的话就很麻烦。而且呢，你就是通过这样改变关税一直以来的规则，你会给整个的美国企业造成很大的难确定性，也会让美国企业在世界上很难做生意，让美国企业成为全球的弃儿。而现在如果我们看到美国的平均约束税率是多少呢？是 3.4%。 那么虽然可能个别产品的约束税率要比这个数字要高，但是的确你也不能说美国的关税就是上限就在 3.4%。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川普政府可以用惩罚性的税率，就是不是一般的关税税率。那比如说现在中国美国通过对中国征收惩罚性的关税，从中国的钢铁还有各种产品征收的关税已经高达到 25% 了。所以就是你既然有这样的惩罚性关税，你就很难说 3.4 这个约束税率太低了，我还要把这个约束税率提高。如果真的是某一个国家对你进行了侵犯，或者呢是破坏了贸易的规则，那么你完全可以通过和中国这样类似的方式，以关税作为某一种杠杆和武器去和对方进行谈判。所以呢，如果是从贸易专家的角度来看呢，的确这样的一个做法是有一点鲁莽了。但是我们也要说是什么呢？的确美国收取的这个平均约束性关税税率是比其他的国家要低不少的，是发达国家里面最低的，而且最近的十几年来也基本没有变化。那比如说我们要是和这个发展中国家相比啊，比如说印度的平均约束税率是多少呢？是 50% 多，所以呢比美国这个高了一个数量级。巴西是多少呢？巴西是 31%。 所以啊，我们也看到如果我们试图去理解啊，川普总统这样的怒火，去理解莱特希泽的不满，也的确是有理由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全球这个贸易体系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那么如果你现在重新去和整个世界开战，再重新去谈判，一方面是世界里有多少个国家愿意买你美国的账，第二个就是你特别要小心的就是，那么中国这边啊是特别会乘胜出击乘人之危的。现在你跟欧洲的这个市场中间出现了隔阂，那么中国是不是会乘虚而入？那我们也知道一般来讲外界普遍认为美国能够挑战中国最有力的砝码就是西方民主自由的这样一个同盟，那你联合起来去跟中国进行相关的压制和反制，可能是比你 单挑整个世界，反而是让中国乘虚而入要来得更划算。但是不知道现在白宫这一边是不是这样想的，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步到底会如何做。那么最后呢，再要简单为您介绍到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有关汇丰这一边的消息。那么根据路透社周三看到的备忘录，汇丰这一边要恢复新冠疫情之后搁置的大规模的裁员计划，在中期内要裁减大概三万五千个岗位。那么根据这个汇丰的控股行政组总裁在发给整个全球20几万名员工的备忘录中还表示，现在要冻结几乎所有的外部的招聘。而说到汇丰，就不得不让大家想到之前的香港局势。那我们也知道在港版国安法颁布之后，汇丰这一边做出一个非常争议性的举动是什么呢？就是不但是以企业或者是银行这一边来表态支持港版国安法，甚至还出现了要求员工来表态支持这样一个举动。而有关于港版国安法，那么之前呢很蹊跷的在18号到20号的人大这样的讨论会上议程上出现，但是今天来自香港的人大常委谭耀宗就为我们介绍，可能是会在本月月底之前召开一次特别的会议，加紧这个有关于港版国安法的讨论。而他还特别透露，如果北京这边认为有需要，如果认为符合程序上的要求，那么是有可能把涉事的港人送到大陆进行相关的审讯的。而这也引起了对于之前引渡法或者是逃犯条例这样